巧莲至幼幼版2009年3月号生活律动 DVD。 听故事，听故事，来听故事喽！坐好，坐好，听故事喽！坐好，坐好，听故事喽！说故事：沉睡的形状国公主。天气很好，风很凉，蚂蚁们抬着食物，快乐地唱着歌。快乐，快乐，快乐地动动脑，加油，加油，什么事都难不倒。你们是谁呢？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我是尖尖的三角形精灵，这两位是我的朋友，圆圆的圆形精灵和方方的正方形精灵。啊，我们形状国的公主一直沉睡不醒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可以帮忙啊。是啊，这里有小仙女送的形状百宝袋，里面的形状宝物也许可以帮助你们。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好吧，请跟我们来。河的另一边有一间蘑菇屋，里面的蜜蜂仙子可以救公主，但是我们要怎么过河呢？快乐，快乐，快乐的动动脑，加油，加油，什么事都难不倒。这个简单，只要找出长长的东西放在石头上面当成桥，就可以过河了。仙女送的形状宝物中有长方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只要跳上神奇蘑菇往前走，就可以到蘑菇屋了。可是中间的蘑菇不见了，没有办法去了。没关系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。快乐，快乐，快乐的动动脑，加油，加油，什么事都难不倒。仙女送的形状宝物中有半圆形，用半圆形搭起来当成路，就可以走过去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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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蘑菇屋到了，请选出正方形瓶子的花蜜，带回去给公主喝吧。好，我来选选看。公主醒来了耶！谢谢蚂蚁们帮忙。你们拥有像王子一般的勇气，我送你们一人一顶皇冠。哇！智能启发，形状变变变。正方形会变成什么呢？变变变，变成长方形。变变变，哇，是长方形的巧克力。三角形会变成什么呢？变变变，变成更大的三角形。变变变，哇，是三角形的饭团。圆形会变成什么呢？变变变，变成半圆形。变变变，哇，是半圆形的西瓜。
找一找长方形在哪里。长方形在这里。找一找三角形在哪里。三角形在这里。找一找半圆形在哪里。半圆形在这里。我会小心手牵手过马路。好棒哦，手牵手要出去玩喽。走。哎，巧虎，庭轩，等一下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现在是红灯哦，所以还不可以过马路哦。彩虹姐姐，我们知道了。哎，绿灯亮了，我们可以过马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绿灯的时候还是要往两边看一看，确定没有车子以后才可以走，这样才安全。彩虹姐姐，我们知道了。没有车子了，可以过马路喽。嗯，我们手牵手一起走了。小朋友，你也坐坐看吧。走走走，走走走，过马路要小心，要喊大人手牵手。红灯亮了，停下来等。绿灯亮了才可以走，过马路前要两边看一看，没有车子再走才安全。过马路时要和大人手牵手，除了要走行人穿越道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再往两边看一看，车子停了再走，这样才安全哦。巧虎和庭轩都好棒哦，都知道过马路要注意的安全。小朋友，你也要记住哦。嗯。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唱唱跳跳一，猜拳歌。前进，一起去寻宝喽！太棒喽！咦，报告太阳船长，前面的小岛上面好像有人耶！真的吗？剪刀石头布。好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，出发 ，Go！ Hello， 三位好朋友，想不想和我们一起去海上寻宝呢？嗯，我们一起来玩猜拳，如果你们赢啦，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去海上寻宝。好，开始喽！剪刀石头布，一起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朋友，我们是个力，握手呀来猜拳，石头布呀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。剪刀石头布，布包石头，输了跟我走。好朋友，我们是个力，握手呀来猜拳，石头布呀看谁赢，
输了就要跟我走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剪破布，输了跟我走。好朋友我们心隔离，握握手呀来猜拳，石头布呀看谁赢，输了就要跟我走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锤剪刀，输了跟我走。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一起游戏真开心，一起游戏真开心，剪刀石头布，一起猜拳剪刀石头布。我们都猜输了，好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去海上寻宝吧。好，前进，一起去海上寻宝吧，出发。一起来唱歌跳舞喽！唱唱跳跳二，交通安全歌。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，大家要注意安全哦。好。现在大家一起来唱交通安全歌，看看过马路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吧。小心，要和大人手牵手。红灯亮了，停下来等。绿灯亮了，才可以走。过马路前要两边看一看，没有车子再走才安全。洗玩具，修理好又可以玩。我的车子跑得最快，我的也是。糟糕！啊，坏掉了，我去玩别的。我的车子轮子掉了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我可以请彩虹姐姐帮忙修理。彩虹姐姐，怎么啦？我的车子坏掉了，有一个轮子掉下来了，你可以帮我修理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修好了，这样又可以玩了。好棒啊！
谢谢彩虹姐姐。不客气。咻，爸爸。彩虹姐姐，嗯，我也想玩车子。光庭，你的车子呢？你可以把它拿出来一起玩啊。我的车子坏掉了，在那边。哦，光庭，车子的轮子掉了，就被丢在这里，这样它会很痛，很难过哎。要怎么办呢？那姐姐来帮你把它修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光庭，我们要爱惜玩具，车子修理好又可以玩喽。好。嗯，修好了，你又可以跟巧虎玩车子喽。谢谢彩虹姐姐。嘿咻哟，小朋友，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爱惜它们哦。如果玩具坏掉了，可以请家里的大人先帮忙修理看看，修理好可以再玩哦。哇哦！人际礼仪，鼓励别人，加油，加油！今天小猪圆圆要来家里玩，妈妈正在揉面团做点心，巧虎也来帮忙。用模型就可以压出很多不同形状的面团哦。好，我要做一个心形形状的。可是巧虎一直做不好，巧虎好难过。巧虎，巧虎，加油，加油！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巧虎真棒，巧虎真棒！巧虎加油，再试试看，成功了，好棒哦！小猪妈妈带着圆圆来了。巧虎，你看，这是妈妈买给我的拼图，我拼给你看哦。咦，这一片到底要放在哪里呢？圆圆好难过。巧虎，我们一起帮圆圆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圆圆，圆圆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再试试看。成功了。好棒哦。巧虎请圆圆一起玩积木。哎呀，积木又倒了。圆圆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唱加油歌，再试试看。好。巧虎，圆圆，加油，加油！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巧虎真棒，圆圆真棒！加油，巧虎加油！加油，圆圆加油！巧虎和圆圆两个人一起合作，终于堆好高高的积木城堡了。巧虎和圆圆好棒，都会鼓励别人，帮别人加油了。巧虎和圆圆觉得好开心哦。咦？哇哦！念瑶乐园，画圈圈。小朋友，这个月的念瑶乐园要带大家念一首画圈圈的念瑶。
我们要和圈圈一起玩游戏。这是大圈圈，这是小圈圈。现在先听彩虹姐姐念一次吧。画圈圈，圆又圆，画了好多圆圈圈。大圈圈装小圈圈，变成一个甜甜圈。现在请小朋友跟着彩虹姐姐一起念一次吧。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唱一次吧。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唱一次，做动作哦。画圈圈，圆又圆，画了好多圆圈圈。大圈圈装小圈圈，变成一个甜甜圈。好厉害哦，都学会了。小朋友可以把这首有趣的念谣念给全家人听哦。拜拜。肢体律动训练，肢体律动训练，支撑的爬行运动。小朋友好，我们要一起上肢体律动训练课咯。这次我们要动动手，动动脚，弯下身体，学动物爬一爬，开始咯。大哥哥，你在哪里？大哥哥，你在哪里？赶快一起来运动吧。找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被抓到了。好，我们来运动，现在开始吧。首先是学小狗，有精神的小狗要把手张开贴在地板上，头抬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学下一个动物，把手张开贴在地板上，然后膝盖伸直，咚咚，这是什么呢？是大熊。向前走喽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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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山洞喽！过来吧，请大人躺在地上，
让小朋友越过手和脚爬过去，慢慢的，不要急哦。大家都好棒哦！哇哦！创意操作书，超级裁缝师比比。小朋友，这个月会收到一本创意操作书，可以认识很多形状，还可以玩贴形状贴纸的游戏哦。这是什么形状呢？是正方形。找到正方形贴纸，贴在一样的形状上面吧。好。再继续找出不同形状的贴纸，在书上玩游戏哦。小朋友，赶快拿出你的创意操作书和贴纸，和我们一起玩吧。贴好了，还可以跟家人说故事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小朋友，看完要休息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拜拜。巧莲智幼幼版。